绍一下啊 ，Women 啊，进来中间啊 ，Women 现在在工研院服务啊，他是第二组的教练啊，另外巴斯卡巴教练啊，他也在基础科学研究啊，他们第二组的教练阿贵啊，邱泽贵，他也是坐骑。园区登山社的，还有什么救生员也是头衔很多了哈。有昨天钓鱼的是吗？啊，也是钓鱼的，会钓鱼啊。另外，我们今天就开始了。首先，我们请骆驼登山会的理事长啊，也是会长，然后啊，他办了50周年，非常的辛苦啊。好，我们请他简单说几句话。我们就按照分组1、2、3组进行完就按照我们的流程，先大家巡航，然后到时候比赛、合照等等啊，展开今天的活动。那我们就预祝我们今天活动一切顺利啊！那我们就请会长说几句话啊。会长什么笑脸？大家好啊，很简短。第一个，我要首先感谢啊吴学健学长这次帮我们啊在50周年活动办这个 SUP 活动啊，大家给学健学长祝福感谢。另外一个就是教练群，今天大家安全为重，务必安全为重，不要太高兴太兴奋，尤其小朋友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跟教练的话，我们今天希望大家玩得愉快，谢谢大家。
Let's sing a song full of hope, full of pain. Why don't you sing along, my friend? For it's our last refrain. Forever young, ever strong, ever brave. Memories like this never end. No, they don't fade away. So when I'm close to the sun, close to the sun.